台东县各界暨县府员工103年春节团拜活动，2月5号上午在县府大厅举行，互道恭喜，互相祝福，马力十足，马到成功。新春团拜后，县长黄建廷宣布，103年是台东的环境清洁年。县府各局处室1、2级主管及县府同仁从县府广场出发，沿街发小红包和喜糖，并清扫街道环境，象征全力以赴把各施政工作做好。黄清海采访摄影。